邓紫棋一身透视露背礼服，仅用刺绣花纹遮住胸部，深 V 妆开到肚脐，再度一鸣惊人。蛮感谢大家对我的衣着的关注，我希望可以继续让不同的东西走红。接下来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惊喜继续会冲击大家，所以无论我造型方面还是我音乐方面都会继续的刺激大家。这样的视觉冲击却令众男星们不知道眼睛该往哪里看。我只从背面看，我没有从前面看。对，前面前面背面都喜欢。我觉得韦伯这样说就有点做作。对，但是我也什么都没看到。邓紫棋穿透视装惊艳不少粉丝，但仍有网友挑剔。哎，网友真好恐怖呀，像一条条的虫趴在身上。邓紫棋的衣着打扮一向是外界关注焦点，她之前一袭优雅白裙展现婉约气质颇获好评，比起之前她爱穿皮裤或穿荧光绿毛衣高腰白色热裤，被网友批评是腿粗时尚灾难相比， EQ 似乎与时俱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